特价，特价！烧烤都这么贵。这是手机抽样，都一万起跳的、啊。他便宜的都不知道是怎样，他便宜的就高速就卖完，然后就不补货，然后就只剩很贵。他都是把红米当 BGM 啊？是吗？他只卖低没有，他也没有到很便宜。他说摆低阶的红米，没有红米本来就是比较低阶的、啊。